Hello，宝妹，今天吃个牛窝骨。
好辣。辣椒爆汁了啊。不是我在抠水，是辣椒汁儿。辣椒爆汁了，辣椒的汁水就会看脸了，这要他妈不看美颜，骂死我！辣，脸都红了。辣，这个辣椒辣，现浇。天天蹲你直播间写方案，差点把你写进去，那感情好啊！软陶在网上买的吧？嗯。羊舌头皮太黑不吃，我这羊耳朵啊、哦，羊耳朵都抠完了，来个羊眼珠子吧，再来个羊鼻腔，先来个羊鼻腔，海蜇糖效果好吗？回到家吃一盒不满意，给我直接退。这什么呀？羊头，羊头了，姐妹们，来个羊眼珠子，饿了馋了，看见羊头流了三千尺的口水。有黑芝麻丸不主播？黑芝麻丸一会儿不弄，一会儿来给我来上一盘，摆上一盘酸牛五花肉吧。好的，咱一会儿拍个段子吧。好的。肉是模型吗？嗯呢。来，把人次往上冲一冲，看能不能冲个八千人是吗？行。冲你八千可以吃吗？可以啊。不搂是啥意思？就是很可爱、很嗲的意思。嗲嗲的女孩子，虽然我的表情不是很嗲，但是我的人很嗲。感觉好几天没看我直播，想我了吧？开个羊头，羊头哪里买的？在新子他家买的。哎对，哎对，哎呦，来个羊脑瓜子，嗯。来吧，面碗面。好的。多了不说，少了不唠。给你们表演个绝活行吗？行。哺乳期可以吃吗？哺乳期不要去吃。软糖呢，就是孕妇哺乳期就不要去吃了啊。管不住嘴，迈不开腿，怕胖的可以吃吃。哦，面。来吧，一碗面你们正常吃得多长时间？十秒钟。一碗。正常吃得。正常吃两分钟，半个小时。你们正常吃碗面要不要十分八分的呀？要。来，今天带你们体验一下《速度与激情》，是不是还没有看新出来的《速度与激情》？没有。今天咱体验一下《速度与激情》，行不？行。小伙儿，打的来吃面条的啊。来了。吃面条。让小伙儿给你们瞄碗面，看正常人吃碗面多长时间，行不？行。行啊，来给你们表演个速度与激情，解解裤腰带，行不？来来来，好久没看到你直播了，想我吧？软糖是几盒？软糖的话69块就给咱发12盒，谁让你吃饭了？经过我同意没来我家就吃饭。来来来来来，一碗面正常吃饭是不是得十分钟八分钟的？这碗面我试试看我多长时间啊？来给我计个时，咱把人气往上搂一波，搂到8000人，举表。对，放在这里，谁的事儿都不碍。哎，对，别震，震着拿就行。哎，对，摁的时候也方便手。好的，摁的这样。啊、对，你这样拿的时候，他摁的时候也贼方便，而且是把着正的现象。哎，对，来吧，正常一碗面十分钟对不？对。咱把人气上到8000，这碗面我10秒钟给他搂他，行吗？行。不信，我8秒。我7秒。那行，一会儿欢迎你们挑战我，谁能挑战我奖200块钱，行吗？好嘞。一会儿给他们机会挑战我，挑战成功啊！如果能超过我，奖200块钱。哇，行不行？都可以来。好，都可以来。奖励我一袋面吧。有，只要能超过我都有奖励，一会儿来就完了。好，这是啥面？兰州拉面。来，把人气往上上上干到8000人，行吗？行。咱把人气先往上搂了一碗面啊，咱就看我多长时间啊。来，咱把爱情往上怼一怼啊，尽全力把爱情往上怼一怼。我先尝口汤看，我先尝口汤看热不热啊。行。热不热？热。不热，刚刚好。哇，这面老香了啊！来吧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三个数直接开始，好吧？好的。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哎呀，慢慢的，我慢慢。天哪，这速度！
啊，有点拉拉汤了，不好意思、啊。哎呦，八秒，牛逼！看着有点埋汰了，我的妈！换个碗，换个碗，还有碗吗？有。换个碗，别让他们看得太埋汰。来个大盆，好，我再算上一点。哎，这个面你一天三顿都会吃，那你真牛，你不怕吃够了？不过也还行，这个面主要以清淡为主，不容易吃够，是不？哎，来再来一桶。要不你来上五桶，我给你300块钱。两桶，来，三桶，来，四桶，软糖12盒，来，五桶，五桶面，好，够了，不用多添水。来来来来来，来点香菜，来个勺子给我。关了美颜，好嘞，你是一个妖女啊，妖娆吗？妖娆吗？把美颜关低点吧，也别关美颜了，再来上一盆。这是啥面呢？这个是非油炸的兰州拉面，跟餐馆级别的兰州拉面是一样的。我自己可爱吃这个面了，有时候我早上不爱做饭，或者是晚上喝完酒之后，我就贼拉贼了，喜欢吃这个面，因为这个面是非油炸的面麦嘛。要吗？要。要不要？要。买过咱家兰州牛肉面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哥哥的粉，弟弟的面，带有清真标志的兰州拉面，一桶的话是138克。啊、嗯，一桶的话是138克，四包料一包面，开水一泡就可以吃。它这个面是非油炸的，老人小孩都可以去吃，出门外带啥的都贼辣方便。一包非油炸的面，一包辣椒油，一包脱水蔬菜包，一包汤料包，一包盐味包，一个叉子，当早餐、当下午茶或者当宵夜吃都可以，比泡面还要好吃，因为它是非油炸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它的味道跟餐馆级别的兰州拉面是一样的。你们正常在外边买这一桶兰州拉面要不要7块钱？要。不要7块，要不要6块？要。来6桶兰州拉面。是吧？6桶66，36，36块钱行吗？对，来，今天改价29.9块，给力。29.9块6桶兰州拉面，今天拍下给您发7桶，来再加2桶，8桶，29.9块6桶加2桶，到手8桶，行不行？行。面的话是非油炸的啊，面的话是非油炸的，很好吃，姐妹们，我给你们嗦了一口啊。哇，真馋人啊！太香了。嗯，就是这个味儿。10桶。拉面这是，它这个汤哈，它这个汤的味道是跟兰州拉面餐馆的一样的，而且它这个面是非油炸的，像小孩都可以去吃，对不？对。29.9块8桶，来，今天直播间再加一桶9桶，来再加一桶10桶，10桶兰州拉面29.9块，行不行？行。拼好手速，加500单行吗？行。500单货谁拍是谁的？哇，老香了，11、12的。啥意思啊？跟你闹。现场泡一桶看看，用上12桶。哎，要不真的，咱商量商量，咱别扣12桶了，我跟咱减5块钱行吗？行。兰州拉面跟外边餐馆的兰州拉面的味道是一样的啊、嗯。你们也别要12桶了，我减5块钱，来24.9块行吧？行。24.9块10桶兰州拉面，每桶到手2.4块，去完运费2块钱一桶。开水一泡就可以吃，出门外带贼方便。面的话是非油炸，老人小孩都可以去吃。收到活动也好，能给我来好评吗？能、no。来，今天运营改价，24.9，10桶拍下11桶，来再加一桶，12桶，12桶兰州拉面，24.9块，500单上车，给力！我加好了，我等。没给我点关注，给我点关注啊！对，能拍单都能发货。哇，给我来上一碗。给我留点儿，我来上一口，我来上一口，行，我来上一口再给你，行吗？行。24.9，到手12桶，前500单拍下都给您发。29.9都不要了，24.910桶拍下给您，再加2桶，到手12桶，12桶兰州拉面24.9，小黄车能拍单都能发货，早拍单给咱，早发货。秒没400单，给力。辣吗？不辣啊。嗯。这个面它里边自带辣椒油，欢迎我家五月，能吃辣的放，不能吃辣的不放。非油炸的面，而且是属于筋道爽滑的。来，还有100单，29.9不要，24.9给您发12桶，开水一泡就可以吃，出门外带都贼辣贼辣方便，买啥就吃啥去，买袋泡面还得3-4块钱的嘛。对，买桶装面一桶不到2块钱。咱俩吃点吧，这会儿哇嘞，等不及了都，排长队了都。我再来上一口啊。嗯。哇，老香了。看来咱家就好了，下单48小时左右给你发货，早片早发货。500单，哎，啊，来再加200单，700单行吗？行，加好了，200单。我再给你举你来，你看，你还没收嘞，你看你收了快嘞，我的天哪！三两碗里边有多少？
小黄车，我再加200单，一共700单，行不？行。29块就不要，27块9，27块9六桶，来买六桶送六桶，27块9到手12桶。嗯，来个计算机，我给咱们算一下子。好的。700单货拍完咱就过，行吗？行。700单货咱拍完咱就过。6块钱快递费。6×12。平均每桶面花到手里1.5块，你买的袋装方便买个干吃面要不要1块多钱？要。来，小黄车还有100单，拍到700单我就收。嗯，能拍单都能发货，早拍单给咱早发货。下单后48小时左右给咱发货，能拍2单别拍1单，你买回到家放着吃吃吃呗，对不对？对。29块9不要，24块9，24块9给咱发12桶，买啥不吃买，吃啥不吃吃，出门外带啥都贼拉贼拉方便，对不对？对。小黄车点进看看，点进购买，能拍单都能发货，早拍单给咱早发货。拍了，拍完咱就收了，对，不卖了，想要的摸假了。哎呦，我的乖乖，酸辣粉有吗？酸辣粉没有，我是觉得这个面做活动，我是觉得这个面做活动，知道吧？我就给你们来了一波。咱家这个面是哥哥的粉弟弟面，带有清真标志，兰州牛肉面，它跟外边餐馆级别的兰州拉面是自带一包脱水蔬菜包，自带一包汤料包，4包料一包面，附带一个叉子包，开水一泡就可以吃。而且咱们家这个面我就已经干到什么价格了呢？正常是7块钱一桶是吧？对。6桶要不要六七四十二，要42块钱，对不对？对。6桶要42块钱，今天在我直播间我不要，29块9，29块9我都不要，来，24块9，买6桶送6桶，24块9到手12桶，24块9到手12桶，没了，还要吗？要。来，再加100单。来，小红车加好了100单。再加100单行不行？行。小黄车能拍单都能发货，早拍单给咱早发货。29块9不要，24块9，24块96桶，买6桶送6桶，24块9到手12桶。嗯、再加100单，拍到800单行吗？好的。小黄车能拍单都能再发货，还要吗？要。我的乖，真能吃。嗯。这么能吃，再来一桶。不是，没有，我们外加辣椒油了。你们回到家之后，他的辣椒油可没那么多哈。我们为了颜色好看哈，就是把这个桶浓一下子，它就不会那么显货了。是不是说下单48小时？你们正常收到货泡完之后是这个颜色的，能不能看到？是这个颜色的。然后我这个是自己加辣椒油了，姐妹。而且这个面你看贼滑溜，姐妹，能不能看到？回到家这个面真的很好吃。后边男的是新人嘛，新屁人，啥也不，这面都吃不下去了。对，新人。有啥绝活？不辣，小孩也可以吃。嚼槟榔。那嚼个口腔癌。来，都拍了吗？拍了。5个数咱就收了，行不行？行。热吗？热。来水。这个也辣呀，宝。你看你那脸高我辣，你嘴高我不辣。来，都拍了吗？拍了。能拍单都能发货，早拍单给咱早发货。来，小黄车点击看看，点击购买，29块9不要，24块9，买6桶送6桶，到手12桶，5个数的下单时间，来5。能拍2单别拍1单，来4。来3。3。2。1。收。端盆的时候给我来一桶，有没有不放那么多辣椒油打过来？有吗？哎，来个碗给我来一桶。换人吃，换我吃行吗？哎呦，换我吃行吗？正常你们收到货是这样的啊，看好了。哎呦，哎，对，等会儿我先擦吧。哎，添点开水吧，我想吃口液不甜。正常你们收到货是这样的啊，有啥说啥。清汤面，清汤面，吃好。它汤很鲜，它跟外边兰州拉面的味道是一毛一样。然后呢，就是回到家之后，你要去，我们到底辣椒油不为了好看嘛？它里边也自带一包辣椒油呢，来点香菜，这不就外边兰州拉面吗？对不？咱搞点辣椒油。不搞，不搞，就给你们看一下，就这个面很清淡。嗯，汤嗷嗷好喝，汤是外边餐馆级别的兰州拉面的味道。你去吃兰州拉面，辣椒油也是自己放啊，咱家带一包辣椒油。你尝我这个汤，我这个面应该是盐味包忘给我放了。嗯，是不？你来口面，是不盐味包忘给我放了？
那咱光有点兰州拉面的味儿没有咸味儿了。好吃，摆了。这个面里边忘放盐味包了，这个面里边忘放这个盐味包了。三儿过说好吃，过来。闹呢？好吃。啊，这才对味儿吗？饿了，饿了，没了。拍完了。八百的。我的乖乖，你刚才不拍，有的时候你不拍。兰州牛肉面，兰州拉面，一桶138克，四包料，一包粉，开水一泡就可以吃，早餐、宵夜都可以去吃。你们在外边买一桶7块钱，直播间29.9块不要，24.9块六桶，24.9块六桶，买六桶送六桶，24.9块12桶，还要吗？要。来清波库存，清二十单算二十单，谁拍是谁的吧。行，来清好了，吃的。嗯，这才对味儿。上好了，小黄车1号的米粉，肯定咸了，不咸了，这波对味儿了，因为刚才没有放盐味包。小黄车能拍单都能发货，早拍单早发货，行不行？行。24.9六桶，买六桶送六桶，24.9到手12桶。来，小黄车想要直接拍，收了哈，收了，不介绍了，收了，没有啥特别要多介绍的了，因为这个软，这个兰州牛肉面，因为我说实话，本来货就不多，对，对吧？还要一集再说，一集再说，你们。芋泥巴斯克，哎对，哇，来五花肉拍段子用，好，来个芋泥巴斯克，两块三块都行，两块吧，多了拍不了，呀回来乖，两块都是老咸，嗯，先吃，不是是吗？不行，蛋糕有点挡饱，拿个别的菜先放这儿吧。哎，拍了佳姐，好嘞 ，OK，OK，OK， 等待收获就完了，来个生姜虾吧。拍了佳姐，咋了？困了亲？你照我，你黑我吧。我黑你，你打个招呼呗。家人们好。同志们辛苦了，你困了。你辛苦了，你困了，我娃不好，一会儿生气了啊、哦！你黑我吧你，我黑你啥了？我妈天天早上9点多，天天都起来给我买菜了，天天上午我妈是上班早，我们是上班晚，我们上班都到3-4点了，我妈是早上8-9点就上班，我妈早上8-9点得买菜。然后买完菜回来，他还得给我做，还得给我做上午饭。光怕我上午吃不好，一天就那么一顿正常饭，上午吃不好，还上午还给我做菜。完了之后，所以说晚上基本上没啥做的，他就让他早点回去了。来，桂琴儿，桂花，给你口水果吃吃吧。哎呀，我都最爱。我不卖。你不卖，你就溜溜，你盆盆上。我去。你给我。真不会。你还给我吧，我不买，你也别吃我那个什么。浪费。天，我吃天了。我表示啥个呀？是有赖心脑袋了。嗯。啥的？我你怕你傻吗？什么水果？人参果，小黄车里有。今天老铁带一波吧，小这人家这。那小黄车里有36.9块，4.5斤到5斤之间。海拔家人们，超好吃，水分超大。小黄车5号给你，来我的五花肉。好的。我能借用公用时间拍个段子吗，姐妹们？能。你们没有一个说不能的，直播间都说不能，不字放出来都他妈不能了。我的天。这个瘦肉多柴，哪个瘦肉多柴？这瘦肉都柴，上正柴。瘦肉柴我就切一块呗，我刚才就看这块不顺眼了。不顺眼。你撩猫了没有亲？没有。今天我没有啊。到底撩没撩？撩了，撩了。那他怎么扎手了？那他扎手那撩了不到劲呗。你猛撩都是猛撩。撩了，那扎手都你白样了。哎呀，把这块瘦肉去了。有没有金针菇不理我？不好意思，宝，我真没有看到啊、嗯。盘龙五花肉。来。盘龙五花肉。OK， 来上一条五花肉吧，姐妹们。
二十一块的拉面几桶？后面面是几桶？二十四块九，十二桶。呀，我的乖乖，咱这蒜泥的咋的了？放点辣椒油，没放香油忘了，放点。不是，你这个辣椒油上回给你，咱后方下回放蒜的时候，要不然它那个蒜都是红色的。那自己长人肉都放了，我早晚调料吧。哎，对。我的喝完了啥呀宝？益生菌吧，益生菌明儿行吗？今天晚上今天没有益生菌了宝。这个辣椒又香哈、啊。你啥你这你啥你都蹭蹭。不如烫下面。你倒是想长过来光。